亲他也在车上跟我提到，哦，伊的这个心境，哦，伊讲伊的进程，哦，伊的学落来底，哦，把家己写这个歌词，哦，歌名就叫做《等待天光的花丛》，等待天光的花丛。哦，在这一个歌词的最后一句，就是安尼来下讲，等待天光，日头疼花丛。哦，等待天光的日头会当疼花丛。伊讲这两千几天以来，六年外以来，逐天的心情就是安尼，在黑暗当中来等待，在黑暗之中来忍耐，来等待天光。哦，等待天光。哦，伊讲要感谢所有台湾人民，也来祈求天光的日头会当来疼所有的台湾人。吼、哦。